哎呀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怎么别致啊？哎呀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怎么别致啊？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你照相精神病儿。我想问抖音上的小姐姐一个问题，你们喜欢怎样的男生？如果是跟我在一起，你们会怎样对我？ Riders on the street.你照相精神病儿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海旭，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。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成家的孩子早当家。我为了我自己的梦想，我来了这屋的事儿。哎呀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怎么别致啊？发微信给我发背景，发誓钓鱼执法官。那些愣头青还敢瞪流星头，把他石打穿。大哥别傻哦，我把枪都给你。大。微信给我发背景，发誓钓鱼执法官。那些愣头青还敢瞪流星头，把石打穿。大哥别傻哦，我把枪都给你。大。你在干嘛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怎么好看？怎么办？
这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移的原因吗？帮我举下手机，我录个视频啊，快一点啊，举一下，好，拿远一点，行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别动。你这么美，爱你这么美，爱你这么美，别笑，别笑，你别笑，近一点啊，别笑。你这么美，爱你这么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怎么这么好？作业转移的原因吗？这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移的原因吗？这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移的原因吗？这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移的原因吗？呀，天夏天悄悄过去，日落西山下飞，但是大爸爸您归把银归。这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移的原因吗？这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移的原因。地方你远远隐藏，没有我你真的不喜欢。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移的原因吗？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面？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过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我始终学不会空。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，别爱他。我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港湾，听我说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哇嘿，哇，哇呀呀，哇！我曾经是一个舞女，巴巴拉美加诺，我的名字叫什么？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我冇得救了，救不到了，你不要救我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